这里曾经是一座悲情的城市，这里发生过一个凄美的故事。那是1938年的3月初5，日本人从长江边上上了岸。记得那天我去镇东头看外公爹爹，住在舅舅的家里。记得，可是连一百人都不到，我爸爸也就剩我一个了。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小宝。姓什么？我叫姓宝，保卫国家的宝。怎么还有这个姓？这个姓也只有满南通有。我不想死，我奶奶七十了，我们兄弟俩都在队伍上死了，就没人照顾他了。会有人照顾他的，小宝。跟兔崽子拼了！
梅军外头在打枪，快进来进来。娘，你外公、舅舅、舅妈呢？爸，日本人来了。玩的狗叫的没魂的厉害，听说日本人啊已经从遥港上岸了。妈妈的日本人不在东洋他们老家好好待着，跑到我们这块来又杀又抢，这帮畜生。听说他们把南京都占领了，杀的人呐数都数不清了。依我看在这儿也不太平，万一碰到狗日的汽艇啊，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哎，索性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们到南通城内找个亲戚躲躲啊。哎，救命啊！爸爸，救救我们吧！我们从遥港镇上逃出来的，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我娘快生了。因为受到了惊吓，小弟弟生下来就死了。后来我们一家死里逃生，来到了城里的濠河边上。转眼几年过去了。把门板歇好了，一会儿跑一趟商会的王会长家啊。好嘞，去做啥？最近洋油不是吃香了吗？你把这些票子啊给王会长送过去，上下打点一下，别让人看见啊。是不是？老板娘，这洋油现在可是日本人的控制物品呢、啊，这弄不好是要啊。怎么那么多话、啊？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小子来，小子来。买猪头油啊，胭脂香粉，雪花膏，胭脂香粉。啊！要什么天啊？哎，你看，那又刚是不上海的么子呢？哎呀，这上海新来的。老爹哪里会有上海货？这不都是扬州的？钱老爹。哎，慧姑娘，您这羊铁皮盒子里装的雪花膏怎么卖啊？你要赊账啊？
一块结了。哎呦，你那可陈老爹，你今朝发财了。就是。陈老爹，七爷，哎，天天跟你含混，到底办什么好货色呀？哎，同你嫂子，快点，快点！哎呦，沈新娘，我这是昨天才进来的，正宗梳头油啊！有什么梳头油啊？这黄河水就是最好的梳头油。我今天倒是想开开洋荤，我想弄点雪花膏。哎，同你嫂子，行，一人靠一点啊。好，靠吧，靠吧，脸上、身上通通抹一遍，抹得香香的，省得那些城里的妈妈说我们乡下女人有余心气。陈老爹。我就要点擦手油就可以了。哎呀，你们家佟家担子一响，还不是黄金万两吗？靠吧靠吧，给他靠给他靠，让他全身从头到脚抹得香香的。晚上佟家大哥，哎，一个都不放他的手。哎呀，陈美人啊，什么事儿啊？哎呀，娘娘，这不是上兴会馆的江家娘娘吗？来，快来标标，上海来的雪花膏。我们会馆那些老板奶奶啊，平常用的香水啊、洋碱啊，不是东洋的，就是南洋的，这根本是瞧不上的。陈老爹啊，你大清早上又在濠河边上喊魂啊？我们那些会馆的老爷啊、少爷想睡个回笼觉，都被你搅了。打扰了，打扰了。你像我做这小生意，不喊魂行吗？喊魂吗？你到东南应门口去喊呀，那边呀花灯红灯一大串，姑娘奶奶一大堆的，大半夜都不睡觉的呀。大清早上客人一走嘛，正好来买你的梳头油啦、雪花膏啦，对吧，水清娘？东南应的怎么了？堂堂正正做生意，我又不曾给我自己立一个贞洁牌坊。哎呀，水清娘，我跟你讲话跟别人搭什么干啦？嫂嫂们，今早啊，我们绍兴老家来贵客喽，我要做八碗八，海参啦、鱼翅啦，还有那个虾脯沾肉圆。哎呦，忙死在忙死在，我先下河洗菜去了啊！再会啊！再会！再会！呸！不就是个淘米洗菜倒脚汤的佣人吗？装什么呀装？瞧他抹的那一脸纸屑灰！哎呦，还东洋货、南洋货，肯定是老板奶奶用剩的下脚货。13，我听说那个江家娘娘老早也是外乡来的。是的呀，陈老爹，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是，以前嘛就是个做黄酒生意的。3年前，她男人在南城门口中了日本人的枪，我一直觉得她蛮可怜的，每次见到她都客客气气的。后来那些绍兴老板把她弄到会馆里，给姑娘奶奶们梳梳头呀、烧烧饭呀，抖起来了呀。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不就是趁着奶奶们不在，跟老板大七大八的。是，难怪人家说乡下女人不识货，拿块脚不当脸布。哎，你说话嘴上挂点风好不好啊？怎么了呀？啊，她就是个乡下女人呀。你劈竹子不要带到笋呐。哎，我骂她关你屁事啊？滚！哦哟，看你人长得蛮周正的，哎，怎么一开口就放屁呀？什么不识货呀？哼。我们乡下女人再不识货，好歹也只抱自己的老公睡觉，不像有的女人天天换男人。不是，哼，我还就喜欢天天换男人，今天晚上我就换你家男人试试。呸！你这个烂女人，你倒试试看呐，老娘我等着。这都是邻居，饿了渴死，死哪能吃去？妈妈的，一大清早叫什么魂哦？兄弟啊，昨天晚上不曾管教好，一大早上开始立规矩了啊！老娘天生看不惯他的死架子。哎，你看，哎呀，哎呀，哎呀，还说人家江家娘娘这个那个的，真是不要脸。好嘞，是。家来哟，吃早饭了。哦，在换我们呢。哎呀，来了来了，喊魂呐，真是。陈老爹，哎，妈妈得先弄一点象牙的。哎，来，好香。听见没有？来了来了。哎呀，我们要来香一下。你男人在外面跑单帮，你一个人开个老虎灶也不容易的啊，开水西施。你怎么也叫我开水西施啊？倒是你是绍兴人，长得又漂亮。你才像西施呢！哎呦，不要瞎讲八讲啦！
你姓施啊，人又长得标致，又开了个老虎灶，不叫你开水西施，叫你什么呀？现在三十好几了，没人看了。哎，对啊，哎，刚才跟慧姑娘吵什么？谁想跟她那种人一般见识？我告诉你，我看见她那个死架子就不想搭。她也是苦人家出身，是没得法子了，才到东南营的妓院当了婊子。当婊子还没法子啊？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安徽会馆啊、绍兴会馆的那些大老板，有几个没给过她洋钱的？那都是老话了。后来她得了脏病，被老鸨给赶出来了，这日子也苦得很。哎，你听说了？她现在呀、是在那个南濠河边上租了间破房子当野鸡呢。我看她不是野鸡，她是煮熟的鸭子，浑身都烂，就这张嘴还硬着呢。哎，哟，两位嫂子下河边呢。哎，哟，这不是张家二位小姐吗？你们这个小姐身子丫鬟命啊，啊，大白天就跑河边来涮拖把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先洗，我们待会儿再涮。今天啊，我们值日，我们女师新来的教导主任没魂的要清爽，天天要我们把地板拖得汪亮啊，对吧若云？又来新先生了？哦，就是以前南通师范的宝先生，前几个月刚从盐城回来的。喏，这宝先生嘛，就是、我告诉你们，我知道这个宝先生，他就是那个大宝家相里宝举人的孙子。我跟你们说啊，他爹爹以前老到我店里来买绍兴老酒的。好了好了，不说什么老酒陈酒的了。哎，江江娘娘，现在日本人当道，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咱们可得相互帮衬着点儿。大小姐，你这话里有话呀。啊，方才啊，你们和慧姑娘在桥那边吵架，我们老远的就听到了。我不过随便说两句，碰巧被你们听见了。妹子，你那张嘴啊，是得饶饶人。我是可以饶人。那水清他娘能饶他？哎，这死奶奶！水清娘，人家慧姑娘又不曾惹你，哎，你说你没事儿，你瞎起什么哄？怎么啦？我骂上婊子几句，你还心疼啊？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呢，我去疼她，我又没有钱跟她困觉喽。死不正经的，快到嫂子上室去。好嘞。你好，你好，你快请好。你快点录用。来了啊！生意怎么样，水清棒？我们这些摸鱼摸虾的，一天三顿，也就限子粥了，不一天是一天喽。最近混得不错呀！啊，我嘛就是嘴勤快，手勤快，不讨人嫌。我也勤快，你可曾嫌弃我啊？呸呸呸！死鬼！冒鱼呢？哦，在这块。哎，给你准备好了。谢谢啊。我们家老板的猫最爱吃你捞的猫鱼了，那就好。哎呀，这个，哎呀，江江娘娘，哎，水冲好了啊！好好好，来，水冲，小心烫啊！正好啊，那我先走了。我们大老板吃完了饭，要去狼山上烧香。哦，哎，再来啊！哟，瞧他能耐的，人儿登。你别说啊，他呀，在会馆待这几年，人真出息了。我倒是也想出息。可那个绍兴老板又不要跟我坤。呀，你们这些臭男人说着说着就下作了啊。找二位。走走走。姐姐，我来了。江小姐。哎呦，这水滚开的啊。好，水冲放这儿了。哎。哎，张家大小姐，我正想问你呢，这日本狗杂种什么时候翘辫子啊？嘘。慢点，我来正是有些话要跟你说的。你说。这些日本人啊，最近越发凶狠了，在城外搞了个什么竹篱笆，这进进出出啊，盘查的像闭头发丝儿一样，你们可得多当点心啊。哦，晓得了，晓得了。水冲好了。哎，好了，好了，好，谢谢了。走了。哎，好走啊，走了。哦哦，慢走，慢走。哎，来来来，
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呀，有什么事情呀？我跟你说啊，哎，我总觉得这个张家大小姐啊，神神怪怪的。你说会不会？哎，这个，新四军，哎，又找你的问题。这不是水琴他爸吗？你女儿那张嘴，刀子。啊，乡下女人没见识，你就不用跟她计较了。就是想高兴高兴嘛。高兴的，为了皇军，耶！我会好好伺候你，走吧。哟西，两面大大的，两面大大的。哎呀，老李。不会泼出来吧？不会，这都是洋油箱子，这口啊，我用锡封了一圈，泼是不会泼出来的。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火烛啊！那走吧。那辛苦你了，我们先走了。走吧。哎，千万要小心。放心吧，我搞到了宪兵队的通行证，走了。见底了，你今儿紧张的半天了，差不多了，来口来口，好来口，来来来，来来就乘凉，下什么酒啊？下酒下酒，快点，老娘把端午节供祖宗的酒都拿出来。黄花，倒嗓子吧。好酒，好酒，来口来口来口来来来来口来口，嫂嫂拿的酒，嫂嫂先弄一口，来。喝酒都不动你的嘴，吃你的。我有，你们这是来来来，老娘我就正气。哎，嫂嫂，你这是在弄什么稿子啊？哎呀，那两个死丫儿，脚长得比个子还快。我到开水西施那儿借了鞋样，给死丫儿做点鞋穿穿，省得那些贵姑娘城里人受我们渔船上的人，哎呦，大吃脚呀，啊，不干净呀。哦呦，你不要拿个剪刀舞啊舞的，再戳了人。你再说呢，我让剪死你。你对我狠有什么用啊？有本事啊，这日本人来了，你把他给戳了。他来惹我呢，来惹我老娘，我哎呦呀，连根拔。哎，我们啊，不说一些没相干的啊。哎，前些日子这小日本，从这个天神港到海边，修了有200多里的这个叫竹篱笆，竹篱笆，对，弄竹篱笆做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为了把这个四老哥和我们这些老百姓分开了，要困死他，饿死他们。那新四军不是吃亏了吗？那是啊，我的个亲娘啊！你坐下坐下，你粗喉咙大嗓门的。小心，再吃了日本人的枪子！哪个怕哪个？嫂子，嫂子，你们在这儿，快撤！来来来，别管我了，记住，今天晚上千万不能回家，在濠河边上找个地方躲起来。快走！别跑了，偷枪吧你！站住！老哥，你受伤了？对吧？有我。他中弹了，快滚！
哎，顾正大叔，你们是？是我。哟，张家大小姐，日本人在追我们呢。啊，这位先生是？是我老师，宝先生。哎，你呀、啊，就混到我们这儿，过来，过来，过来，坐这儿。不行啊，我刚才跟日本人打过照面了。我有办法，藏到我们船上去，快走。哎，不行，你到船上没退路。来，这儿。到这儿，走走走，来来来，你们男人，快点，快日本人这事情我来做。快点啊，快，把衣服换一下。多谢谢，小心，先搞一会儿。哎哎，都别慌啊，都坐这儿，来走。你撑着点啊，先生。妈妈的乖乖隆地洞，这是哪锅呀？怎么在我的闺房里呢？各位坐。这不林冲家吗？啊，这大半夜不困够在这里干什么？哎呦，刘家是相公屋，我们在书评书闺中园。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对对对，来来来。你，胡说，有没有看见两个男人？有一个还受了伤。往这边跑了，说。先生，先生，你们说的男人是不是瘦瘦的、矮矮的，好像还戴个帽子啊？哦，好像还扶着个人，走路一拐一拐的。哎，对啊，你看见了？哎呦，刚才我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往那儿走去了。哎，对对对，我们好像也看见的。哎，不甚看清楚，往那边去了。嗯，来。哎，这边。哎。我是说嘛，那个什么四赛马对吧？哎，开了一马子。虎眼，我还是看不见的，看不见，过来看，哎、看见没有？哎，我来看看是什么。哦呦，你们说的地上那些血是不是？哎呀，太君先生是这样的，哎呦，刚才那两个死鬼男人说要下酒，我就给他们弄点黄瓜吧。这一弄好，慌急慌忙的把手切到了，还没来得及剥，你们就来了。哎呦，是的，是的，这是。哎呦。开了，嗨！走了走了。哎呀，先生，你的手没事吧？啊，我没事，我不碍事。快去看一下先生。走走走走走，来，慢点，小心，慢点。若云，没事吧？慢点，没事。先靠这儿。谢谢大家救了我和若云。哎呀，你说话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哪个更哪个呀？宝先生，你就快别客气了啊！也不知道志远他们三个怎么样了啊？还有人？还有三个。我这就去找他们。啊，童年大叔，老先生能不能在你们这儿养几天伤啊？救啊！那我走了。放心，我等你。是，宝剑奶奶。
哎呦喂，这一大早的又下着雨，你怎么来了？啊，我有事要来问你。哎，啊，那您快进去坐吧，别淋着啊。你真是稀客呀。你可曾看见我的孙子玉衡啊？昨天晚上啊，他就出去了，打了一夜的枪，哎，吓得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哎，他们不会出什么事情吧？哎呀，你不要吹牛好不好？哦，怎么一开口就是出事情的，这多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老奶奶。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张家大小姐，问问她可曾见过宝先生。姐姐，昨天夜里啊，我有三个同学被日本人给打散了，你认识的，就是住在仓巷里头的王家三侯和四侯，还有那个志远，还是像老陈家的，你可曾看见他们？哎呦，不曾看到。哎呀，你都不知道，昨天半夜里啊，一直都是又是狗叫又是枪响的，我这个右眼皮啊，突突突突突突突使劲的跳。哎呀，阿弥陀佛，不要出事情才好啊。是呢。谢了啊。哎，婶婶，宝先生伤得不重吧？林同江说呀，没伤到骨头，没事。哎，那宝先生是不是大宝家像那个宝举人的孙子啊？是啊。哦，晓得了，晓得了，原来是他呀！哎呀，别说了，婶婶，哎，等以后啊，请你们喝喜酒啊。那我先走了，哎，谢谢啊，走了，婶婶。哎，张家大小姐，慢走啊！哎，走了，姐姐。哎，到了哟，张爸、梁好姐你。慢。张爸、梁。娘。慢上了哟。小龙，小龙，来。哎，婶婶，小龙啊，天天听你喊，喊得好听嘞。来，给雪清弄个方块吃吃。婶婶，吃个烧饼吧。哎呦，烧饼就算了，太贵了。刚盼吧。晚上我不吃。没事的，没事的，我请客。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啊？你也是脚本买卖。要不这样，你搓点蚬子去喂喂汤。啊，不用了，不用了。婶婶，我没爷没娘的，喂了汤也没人孝敬。婶婶，我走了。哎，小龙，没事了，谢谢啊。这丫儿真懂事。兄弟，我跟你同乡大哥今天到乡下去做，我们把狗子带走了啊。好，好吧。今天你哪儿都别去啊，就盯点这个。哎，我说要不要把宝先生弄到船上躺着？你船上哪保险呢？啊，你就让宝先生在那委屈委屈，等我晚上回来，我把他转移到乡下去。啊，好。走吧，荷包，卖荷包。蚬子，螺儿。什么意思呀？我嫌脏。有生意都不做，真是乡下女人。哎，哎，死家子，去！太君，找我有事吗？有何可谈？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有几对新四军？啊，新四军，这样的，你们昨天还来这儿船上，这里到处都搜过了，没有什么新四军游击队，都没有的。八嘎子！你们去哪儿？我是新四军，跟他没关系，我跟你们走。
怨恨在心。しました。山本君、おっしゃった。皆さんは地元の方が隠して踊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山本君は自分の自身家族で確認取りました。でまたはお願いいたしました。各位领主，各位高朋，皇军说，大伙都受惊了。这五个人啊，想炸宪兵队。窝藏新四军啊，皇军实在是不得已他才这么做的呀。不过呢，皇军大人有大量，他们说了，只要大伙儿各自把这尸体都领回去，以前所做的事情全都可以既往不咎啊。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皇军都这么说了，该领的就过来领，该收的就过来收，别搞到最后大家都不高兴啊，赶紧来吧。近づいたら殺せ。はい。千万别过去，日本人会开枪的，都不要过去。千万别过去，日本人会开枪。哎。
小姐，请坐。奶奶，你是知道的呀。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到上海去做生意，江上碰到了风浪，翻了船。是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的，没想到日本鬼子来了，我的大孙子就为国捐了躯，还要在外面招招惹惹的。奶奶，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乡，无恶不作，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的话，我们哪有安生日子过呀？可你们都是一些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你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啊？我们两个孙子都没有了。奶奶，您别太难过了，当心身子。是日本人来了。莲儿，你赶快先出去应付一下。你从后门走，从后门走。奶奶，孙媳妇儿，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那你，我们家不能再出事了。走。奶奶，那你自己小心点啊。我知道，我知道。走，快走。奶奶，快走，快走。奶奶，快走。先生，老太太，你们做什么？妈妈！妈妈！妈妈！老人家，您好。老太太，这是山本队长。他是特意来看望您的。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从小在满洲国长大，对中国的礼节我通通知道。哦，你是日本人，在我们东三省长大，还懂得我们中国的礼节，那你们怎么不请自来呀？来了还杀人放火？私たちのルールがすごく悪くて、中学のマナーが全然わからない。老人家，据我了解，南通姓宝的人家可都是蒙古人。蒙古族，那就太好了呀！日满蒙可是一家呢。泱泱中华，自古是汉满蒙回藏，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听说过跟东洋人是一家人。您没有缠足，那和我们东洋人就是一家人。脚是一样的，走的路不一样。心就更不是一样的了。宝先生的死纯属是个误会，队长说了，我们决定给宝先生配上最好的紫檀木棺材来厚葬。我的孙子，宁可草席裹尸，也不烦劳你们。你们的事情办完了吧？请回吧，我还要去接手呢。私たちは帰ってください。对，トイレ行きたい。老人家。以后不要和皇军作对，你们保家在南通还是大户，我们皇军会派兵每天为你们站岗。免了，我们保家有狗看门。见。おばさんの方が犬がありまして、私たちの方が犬なくて。バカ！老太太，您坐，您坐。我还不老，还可以跟你们耗上个十年八年的。老太太，今天来我们还有一桩事情。说吧。只要你写一纸声明，让那些后生和年轻人们不要再为难皇军，不要步保先生的后尘。好，
好。我谢。免了。商量一下，好歹给兄弟凑合棺材吧，活就活着。干净的，山本さん、もうどうぞ。どうも、もう帰れ。はい。六三，こちらへ。どうぞ。老爷，婶婶是我，张家大小姐。哎呀，来来来，来坐这块。哎呀，别忙了，婶婶，坐坐坐，来。小狗子呢？哦，童家船上戏去了。婶婶，这是学堂的同学们一起凑了些钱，先给你们救救急。谢谢啊，大小姐。那个，宝先生和老奶奶的后事都。炖好了，
真巴望新四军早点打过来，抽了他们的筋，扒了他们的皮。哎，鬼子从天生港到海边，修了那么长的竹篱笆，把新四军啊都快给困死了。如果有一天，咱们一起去放把火，把它给烧了，你敢吗？敢呀！妈妈天，哪个怕哪个！大小姐，哪天你去烧那个狗畜生的竹篱笆，你叫上生生，我跟你走。水新娘，哎呀，哎，妹子，哎，你怎么来了？哎呦喂，这风来了！哎，我呀，给你带了点姜半蟹。给芽冲着吃，姜半蟹啊！哎，好东西，好东西，救命的呀！没事没事，快去放好，小心啊！哎呀，我还给你带了两个水桶，没事。不用，水桶干什么呀？啊！哎呀，听我说呀，哎，嫂子，这南通城里啊，哎呀，这店铺、住家、洗衣裳，哎，烧饭、刷马桶，不都用这好好里的水吗？哎，离得近的下河边，离得远的呀，家里啊都留着几口大缸等人担水。哦。我是想着呀，只要你肯出力些，赚的钱肯定够你们娘儿几个吃饭的。哎呀，真的？嗯。哎呀，对，我还给你找了一个生活，就是啊，有点脏。哎呀，我不怕脏。你说你说什么活？给人家倒马桶。好的。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吗？现在南通城里面，谁敢当着我的面骂我半句不好？那是因为你背后有日本人，要是他们回东洋呢，你怎么弄？这烂泥萝卜吃一段洗一段吧。这日本人惹得起吗？你要惹了他，说不定哪天把我们两个全都挂到城门楼子上去。反正我跟你说，我是绝对不会再去装神弄鬼，去给日本人跳舞陪吃陪喝。我被山本那么欺负，你坐在那里一声不敢吭，你可真是个活龟。那你就少说两句吧。我们家是做棉纱生意的，日本人哪天不高兴，他说你这是军用控制物资，半夜把我们抓走，我们去哪儿喊冤去啊？啊！好了好了，王八弄饭去，给他吃了死了，滚！少爷，我给你做饭去。哎，二猴啊，你别吵了。不去，你赶快去宪兵队吧。小玉这儿我来劝。公爹，我求求你了，你就别再让我去了。那个山本哪次不是想揩我的油？你那个活龟儿子，在日本人面前就是死人多口气啊！哎呀，让摸一击香一击，又不会掉肉，也不会蚀本，怕什么嘛？怕！不行，我绝对不能再去了。我要是再去，我就逃不出那个山本的手心了。啊！谁？怎么办？这事要让旁人知道了，我就没脸活了。我还不如跳河会死了呢。你小声点吧，我为什么要小点声？你们当汉奸的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怕别人知道？我就是要让全南通的人都知道，到时候新四军打来了，也把你们挂到城楼上去。今早奇怪了啊，都到吃中饭了，也不曾有人叫你来挑水啊。就是，有几家这个时候天天要挑的。就是啊。
王家老秀才，你是来找我挑水的吧？哦，不烦你婶的啊。哎呀，你这见外了，不是这个时候天天到你家挑水的吗？雪琴娘，哎，你昨天是不是去过刘家沙庄了？去过呀，送水。看你这个样子，也实在是很作孽。我到前面望望去啊，到前面望望去。王家老秀才，你这是，哎，这今天这王老先生是怎么了？奇怪了，打的什么百日子啊？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哎，刘家少奶奶是叫我去挑水的吧？我们家公老爹说让我去城门口找旁人挑。嫂嫂，我们就是再穷，也不能做那种事啊。怎么了？昨天下午，我们沙庄茶几上30块洋钱转个屁股就不见了。我公老爹说，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去过。哎，刘家少奶奶，你先不要走，你把话说说清楚，谁偷你们家洋钱了啊？谁偷你们家洋钱？养出洋人没屁眼！你也别吵了，这事说不清的，说不定是我们家那老东西故意诬赖你，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先走了。我不为难你，你把你家公公给我叫出来，我今天非得跟他说这个鸡丑阴谋。嫂嫂，你也知道，我就是个唱童子戏出身的女人，我在他们家说话不作数的，我就先走了。妈妈的，妈妈的，我冤枉，我疯狂了！这个不要脸的刘家老乌贼，他自己出口不辱，逼媳妇去陪日本人，他反而来冤枉我做贼，我怎么活呀？我活不了，简直是太欺负人了！别以为我家没男人了，好欺负！走，我跟你来讲理去。行了，去了有什么用啊？李家的儿子是翻译官，翻译官怎么样？坐，你别惹事了，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你拿去卖吧，地上的这些够我吃三天呢。都脏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哟，都说小龙人好，这一趟我算是亲眼见着了。
啊，对对对，你们说话，你们说话啊！哎，那个江家娘娘找你娘，跟你娘讲一下啊。江家娘娘，这江娘娘，哎，我来了，水亲娘来了。哎呀，做三肉啊！哎，来来来来，我帮你，哎呦，你放手，我给你倒碗水啊！哎呀，不用忙，不用忙。我给你打听过了，哎，会馆的老板说最近生意进进出出挺多的，只要你肯出力气呀、啊，保证有生活做。好的呀，喝点水。哎呦，你客气，放下放下。好好好好。哎呀，另外啊，我又给你找了个差事，哦，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做。哎呀，穷的都叮当响了，还有什么差事不愿意做的啦？你也知道我们这城里啊，那些南货店啊、茶叶店。老板都是外地的，不是什么徽州的啦，哟，就是宁波的。那一年到头呢，这些老板啊、伙计啊，总要死一些人的。这些人也不愿当孤魂野鬼，就跟自己的子孙说，到时候把棺材都抬回老家去。那这尸首动身之前呢，都要在会馆里停几天。那他们死啊活跟我什么关系了？哎呦。那他们要不要换衣裳啊、洗澡啊、剃头什么的呀？还要看守尸体。老板都说了啊，只要你肯做，赏钱少不了你的。而且这些死鬼身上穿的、戴的、用的、垫的，都归你。怎么样？怎么样？怕了？妈妈的，活鬼子这么狠，我都不怕，我还怕死鬼啊？坐。狗子说他要去天生港发电厂做工，做他的大头梦吧。他那么小，谁要他呀？小龙说了，他有办法。他有卖烧饼的，有屁办法？他有个远方表哥，就是那个三星南货店的金宝，店里的老板娘的舅舅在厂里面做事。老板娘。哟，小龙啊，您有不相干的事情找我啊？这个是水琴娘让我送你的五香螺。让我谢谢你，五香螺啊！啊，这我倒是欢喜的。我是看你这牙讲义气，又是我们伙计金宝的表弟，正好我舅舅店厂也缺小工，做了个顺水人情，别太放在心上。老板娘，你真是菩萨心肠，谢谢你。要谢就谢你那个狗屎表哥金宝吧。啊，对啊，我表哥呢？哥，你个洋箱子，让你买个馄饨去了半个时辰。哎呀，老板娘，人多呀，排队呀。看见没？烫烫！你个洋箱子，我去钢盘店找你啊，你死到店里来了。你跟老板娘套什么近乎？不是，我给她送这个。你不错啊，你啊。水琴的弟弟小狗子进了电厂，当了一枚小工啊，你个主顾。是孝子也当了，礼也送了，忙也帮了，这趟啊，水琴是稳骗到手了吧？哎，你不要嚼文曲啊！我嚼文曲啊！哎，你天天跟在水琴后边等屁吃呀、啊？我看干脆让他嫁给你算了。人家能愿意吗？我说你这猴就是没种！哎，你不就是脑袋上有个疤吗？有疤碍屁事儿啊！我告诉你。有疤没疤，照样当新郎官。小罗啊，
我实话告诉你，有好几趟啊，我都看见水星在冲你乐呢。几更天了，狗子？外头乌漆嘛黑的，没星星。啊，天还早呢，再睡会儿，一会儿娘叫你啊，再睡会儿。我怕迟到。前几天冒见二猴，去迟了一刻就没拿到牌子，拉了一天的煤，一个铜板都没得。哎呀，怎么样？这么小的芽儿，每天做工来回跑几十里地。娘真是对不起你啊！我在厂里做活，自己要小心啊。嗯。哎，那南伯问有没有问你几岁了啊？我说了。你告诉他十岁了？没有，我说我十四，就是个儿长得小了点儿。真聪明。好好好，来，走吧啊，路上小心啊。娘，我走了。等等，不许调皮。嗯，姐姐，你快睡吧。娘，我走了。这他妈雨下啊！没完没了的，也不停了。该死的日本人，就知道在岗亭里睡觉，把我们多得像个落汤鸡似的。你说话小心点，里边的人能听懂中国话。我要是不听见里边打呼噜，我敢这样讲啊？妈妈的，这日本人想出这绝子绝孙的主意啊！修这死人的竹篱笆，害得老子没日没夜的站岗。日本人都清乡去了，啊！你这个龟子儿不站岗，谁站岗？哎哎，什么人？站住！老总，我是天生岗发电厂做小工的，去上班。才二更天，你上个大头班啊？老总，天下雨，看不见星星月亮，我家里又没有闹钟，怕去晚了被开除。作孽啊！篮子里是什么？是我送公吃的馅子饭，你就行个方便，放我过去吧。哎，谢谢了。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小点声。红门绿，什么的干活？太君，太君，小孩的干活。工人，游击队的，不是，不是。哎呀，你，下面这干活。哎，别打了，红门绿，太君，红门绿。太君，太君。好受一些。让娘再看看你儿啊！让娘再看看你。
小龙，操心。来来来，老板娘，你喊我。我听说水清他家弟弟半夜过竹篱笆，让日本人给打死了。哎呦，早知道我就不介绍他去电厂做小工了。哎，老板娘，这怎么能怪你呢？那你们每天都要去码头进货，是不是也要经过竹篱笆？自从那该死的竹篱笆竖起来，每天进进出出盘查紧得要命。前两天我们家进了一批正宗的洋油，也让日本人收了去了，非说是危险物资。这短命的竹篱笆，早晚一把火烧了。你个细鬼子，喊什么呀？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好歹也是你家有小的人。老板娘，你没搞错啊，我哪来做梦的家小？水晴啊，你不是要上水晴家做上门女婿了？哎，我不去，也不配我去。要说水晴这牙也是苦命，爸爸没了，弟弟死了，这家也算是绝户了。你去啊，也算是帮他们撑门户。那我越发不能去了，不晓得的，说我捞潮头，到时候跳进濠河都洗不清。你省吃俭用帮他们家那么多忙，不做女婿不划算的他。老板娘，也不能这么说，那都是苦瓜卵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现在已经不想这个事情。老板娘，这个给你吃，我先走了。钱，哎，不想这事，骗鬼。草鞋底哦，刚出炉的烧饼。停！卖烧饼，金刚茄，草鞋底哦。只要李富根。今届刘记纱庄百米六升，将本生利利上加利，现折合百米九升。放你狗屁！我们家水清他爸什么时候借过你们家米呀、啊？你这是敲诈！哎，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呀、啊！哎，你彪彪，这上面有你男人的手印啊！哼，他在地狱呢，你去问他要去。你想耍赖皮是不是？我可告诉你，我们家二相公那可是大日本皇军面前的红人，翻译官，翻译官，你懂不懂？嘿，你是不是想到西城门那个宪兵队里边去蹲两天啊？我现在就跟你去。不要吓唬人家孤儿寡母嘛。咱们都是男同志，啊，喝的呢，都是濠河的水。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啊。我呢，还要到李桂记吃喜酒去，我就先走一步啊，先走一步了。哎呀，我真是弄不明白，你守着这么一棵摇钱树，怎么非要过这苦日子呢？啊，这个水芹啊。彪彪彪彪，哎呦喂，长得真是齐整啊！哎，水琴他娘，我给你出个主意，莫不如把你们家水琴送给我们家老爷做个雾角的丫头。呸！我们家水琴就是跟个要饭的，也不会让这老甲鱼动他一根手指头。好，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哎，走开走开，别在这添乱，快走快走。哎，汉奸奶奶，不打好死。哎，哎，水清叔啊，有没有看到那个卖烧饼的水清姑娘？哪个水清？就在桥头卖烧饼那个那么多的小姑娘，我又搞不清什么水清普琴的，是吧相公？搞不清楚啊，要死。等着吧你。开水西施，你今早见到雪心他娘了吗？人家的饭碗都让你们刘家给敲掉了，干嘛呀？没事情做，来这老虎灶门口干嘛？喝西北风啊？那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啊？那刚才你相公也跟我问水琴来的，莫非你同意他做你家二奶奶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家那个不是人的，要把水琴抓到宪兵队去啊！哎，
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啊！这火灾烧到房顶了，我能骗你吗？那你不用管了，我去报信。全都不许动！好你个开水吸水，刚才敢骗我，这笔账慢慢跟你算。刘青娘，大日本皇军看上你们家丫头水晴了，这不过来接她去西城门宪兵队享福去啊。那个刘家少爷，你看太不巧了，这丫头到他乡下舅舅家去了，刚才有人看见他在长桥上卖烧饼呢。你要不相信，你找啊。大哥，四十八岁。嗨，嗨，滚！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把这个女人
给我带到城外的兵营里蹲一晚上。那边还有几个慰安妇，一定要把他们全部交到山本太君手里，听见没有？是是，去去去去去去。啊，是。走啊，看紧了啊。哎，别磨蹭行不行？刚刚做好的。哎呦，呦呦呦，二位老总，来来来，弄两碗姜汤。啊，哎，闪开，没看见有公事吗？哎，弄两碗姜汤。你请啊，我请。弄两碗姜汤。好嘞。来来来，哎，两碗，快点。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哎，谁坐？我坐。对不起，对不起，您坐。小姐，对不起啊。老总，咱们这儿还有酒酿，热的。哪一个？干什么的？瞎了你们狗眼了！连姑奶奶我都不认识。哎呦，枪差点走火，原来是三里外的。坐坐。哎呦，少奶奶，这么晚了还在外边转魂呢。我家刘二呢？哦，刚才我们刚在宪兵队门口分开的。他今天不曾回家吃饭，我光老爹说让我给他做点吃的，送到宪兵队去。哎呦，少奶奶真是一等一的贤惠。要不你去吧，我们也走了。慢走。哟，这不是东南营的惠姑娘吗？你们怎么跟她在一起、啊？我们哪有福气跟她在一起啊？是刘翻译官。什么？刘二的龟嘴跟个婊子？哎呦，误会误会，翻译官让我们俩把他送到天神岗去，说山本在那等着呢。胡说八道！山本他不在宪兵队，去天神岗了。是这样的，少奶奶，我跟你说，现在正好啊。新四军和日本人在如皋、海安拉锯打仗，天神港电厂的那些东洋人啊，现在差不多都出去清乡去了。正好从南京来了个叫渡边的少将，山本把他那个小队劈出一半人去天神港伺候去了。放屁！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我现在就去找刘二这龟子去。哎，别，少奶奶，千万别去。也不知道这造什么孽了，这龟子出去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外边给我戏婊子。看我回去怎么让他跪榻吧！哎呀，二位老总，姜汤好了，来来来，来，好了好了，哎，你坚持，我认过去。跪了！我们新四军。啊，四老爷饶命，四老爷饶命，我没犯错啊。快说，天神岗电厂还多少鬼子？啊，连电厂东边五街桥、篱笆口站岗的一共有十个人。厂里有多少鬼子？剩下的二十多人都是我们和平军，对对对对。刘二呢？他来无踪求影，我们也不晓得呀。刚才你们说要把惠姑娘送到天神岗电厂去，啊，是的。南京来的渡边那个老龟仔，明天过五十大寿，山本非要让刘翻译官给他找女人，好拍上司的马屁。明天晚饭前必须要到达天神岗电厂，带他们走。走，老崔，真是的，为难你们了，妹妹，为难你了，小玉，要不你跟我们走吧？不行。我现在得回家，要是刘二他爸那个老甲鱼发现什么破绽了，就又得出人命了。回家，那您没事，我晓得该怎么做。好吧，这里不能久留，咱们再说啊。我得了脏病。活不长，我就想，与其让那些畜生糟蹋好人家的姑娘媳妇儿，倒不如让我去，我把脏病过给他们，让那些畜生一个都不得好死。深深。我身子糟了，心不糟。
想女儿了。还是不得听话，应该跟水清一般大了，死了也好，要不然现在小日本在，一个姑娘在，还不是不得安生。今天晚上于正的要来，我们得跟他说一下，得把水清留下，我们两家得留下一个根啊。这样，我呢去打洋油，水清的事儿你跟于政委说。水清妹子，你看你们水上人家还有那么多老的小呢，需要人照顾，这次你就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让我去啊？你是芽儿，我十九了，我什么都清爽，平时铜匠伯伯总是让小龙偷偷摸摸的去南货店打洋油，我晓得那是派什么用场的呀。乡亲们啊，我们这次行动是由苏中四分区直接领导的，组织上派我这次来呢，也是跟大家商量一下，这城外绵延200多里的竹篱笆墙，如果没有城里城外乡亲们的积极配合，相信是没有办法摧毁的。这样吧，就留水琴在家照顾你们船上人家的这些老的小的。那就这么定吧，我们天不亮出发，一定要想办法混过十里坊的桥头哨站，然后大伙躲在船上，等下午3点以后再陆续的往五街桥的竹篱笆口去接头。是不是我们只要拖住五街桥篱笆豁口的这些鬼子就行了？你放心，政委，只要新四军打阻击，拦住电厂和唐家闸炮楼里的那些鬼子，若云和他们在西边，我和绝岗奔查马唐的同学们在东边，到时候大家一起行动，肯定没问题。就是啊，对啊。水心妹子，委屈你，就别散架了。哎呀，怎么才回来呀、啊？怎么那么长时间啊？哎呀，这是什么呀？啊？这个，娘，你帮我带给小龙吧。傻孩子，又不是不回来了。等娘把这狗日的篱笆烧了，回来以后选个日子给你们俩成亲啊。林铜匠，我终于把你给等到了！哎呦，刘家二少爷，呦呦呦，你看你看，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晚了，您老有什么吩咐啊？这大半夜的，你是要去哪儿啊？这船里藏了多少新四军的土八路啊？我们乡下人啊，胆小得很，哪敢藏什么新四军呢？那你可别怪我不客气。弟兄们，赶紧下去！把那船给我拉到岸边，我都要看看里面真没藏什么人呢！你看，说你们耳朵里都长毛了，你去呀，去呀！二少爷，不好意思，你四爷就在这块儿。哎！这大热天还点上火熏蚊子，这呛死了。有总比没有好啊。呛死我了。这天都热死了啊，连口茶水都没有。你这想着没渴了去喝两口河水去。不行，那水喝完下肚子。这他妈的小日本哈，天一热跑到岗楼里蹭风量去了。哎，听说没有，
晚上渡边那个老王八蛋过生日，小日本都去，劝，全都去，劝，啊，吃了都下肚子，对，辣死他！别以为你人长得周正，太君就会喜欢你啊！嘿，要去投公是吧？哎呀，我可不跟你啰嗦，今天是大太君生日，刘翻译官给我们家订的货。哎，你看我这鱼，活绝活跳的，你这鱼还算鱼吗？你看看我的鱼，哎，比一比，那简直就是猫鱼。不是，不是，你说谁呢？谁是猫鱼啊？你是猫鱼。哎，你再说一遍。哎，你说谁？哎，干什么的？哎，老总是这样的，刘家二相公让我给天山港的太君送鱼。哎，你个死奶奶，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明明找的是我们家，说好了一块大洋的，你做什么？你被窝里放屁，你想独吞啊你？你才想独吞，你才吃屁呢！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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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你这个死脸，你敢陪我？陪我怎么说？我懒得理你，我。你把我的鱼都撒了！我干我啥？哎呀哎呀！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死脸，我告诉你，我撕了你的脸！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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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怎么的？太君，他们两个是这个船上的女人啊，给山本太君送鱼和虾的。俩人抢生意打起来了，我也是做那事。哎，太君太君，这个西瓜是给山本太君的，山本太君。我的西瓜，很快。我看你这下拿什么上山本太君先？你别抢了，别抢了，别抢了。好了好了，别吵！妈妈的，没完没了了！吵什么？我呀，看在老总和太君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你啰嗦了。嘴吧你！嗨，要不然我没完了，我就。慢点！哎，慢点！太君，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太君，太君。哎，别误会太君，太君别误会，别看这，别看这，太君太君，哎，别误会，别误会，自己人。是这样，我们是从城里来的，啊，是刘翻译官让我们把他们送给山本太君的。哦，嗯，太君，把姑娘长大了。太君。啊狗日的，你也会有今天！狗日的，你把我儿子，你畜生，你畜生，你把我儿子！狗日大爸，我替你报仇。我儿子大爸，儿子娘，那个晚上，南通的老百姓在新四军的带领下，把日本人从江南运来的用五万根竹子修筑的两百多里长的竹篱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听说那天晚上我娘他们像发了疯一样。
向白白和婶婶，施家娘娘、惠姑娘、张家姐姐，我忘不了你们，我忘不了70多年前濠河边上的日日夜夜呀。